曾经开大奔，现在奔都开不上了，还得干活。你在干嘛？你管我干啥？你看不着吗？我搁外面包个工程，人不够了，我来帮忙来了。你也不能自己干呢，你再雇一个人呢。我雇啥人啊？我能雇谁呀？你别在这捣乱行吗？我没捣乱。出去去。我不。出去。我不出去。我再告诉你一遍啊，隋天涯，给我出去。那我也告诉你，金山，从今往后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，你吃什么我也吃什么，包括你干什么活我也跟你干什么活，你听见了吗？喜欢搁这待着是不？是。那你干活来，愿意干活不？愿意。啊，来干，把这个每个屋都放一个啊。好。搬呢？干啥呢？快点，搬，每个屋放一个啊。听见没？放累不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啊？我都要累死了，还累不？但是你别以为你这样，咱俩就能回到过去，啊？我做这些事情，不是为了感动你，我是想陪着你。算了啊。什么算了吧？都算了吧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一会儿你自己回去啊，把衣服好好整整。